天不鸟 NCC， 五分钟刷20条韩国瑜跑马灯。就像这个喜马拉雅山旁边一个小湖叫库丹，他们无忧无虑，天真无邪，他们开的值可能会全球最高。寒风席卷各大新闻版面，从去年9合1选举过后到目前为止仍旧火热，但中天新闻台因报道韩国瑜比例过高屡遭民众申诉，还遭网友奉为寒天新闻。对此，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昨天大动作开闸中天，以两则相关新闻共计开罚100万元，更要求中天补实具适格性的新闻部人力等，若未改正，不排除开罚或撤换新闻部主管。对此，中天也以5点声明回应。接着就有网友发现，中天新闻台很有毅力啊，短短5分钟就刷了20条韩国瑜的跑马灯，还是一模一样，完全都在造神，完全就是不鸟 NCC。无人甲你动啦，独家看好爽，恁白头的。用不了的，不会看得出，好看就收。趁即马厝找免钱，做些朋友，